你是有什么毛病？好好啊！鬼上那种。哎，过来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后面哈比兽。哈比哥。不然不然。让我吃一下吧，花生玛吉。那个声音不是我这边的，我房间只有我一个人，那是灰那边的声音。抱歉，让你兴奋了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让你的观众兴奋了吗？应该不会。这要问他们了，我不能帮他们决定。你兴奋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再看的实况全在吃，真的假的？好了，你在做什么？后面那是谁？后面那是我男朋友。后面那是我男朋友。你不要玩垃圾！旋转猫，他就在地上跳一跳，然后自己在那边旋转，然后还跌倒了。你怎么跳这么高啊？你怎么可以跳这么高啊？你今天下午开展吗？啊！你今天下午开档啊？我今天从中午开到现在。真假的？嗯。感谢。八七指数2%，你们的趴数累积的真快。有没有玩英雄联队哦？那一断线我就不玩了，我就跑出来秘境探险。嗯，带他出去运动啊，也可以顺便练一下。你说带谁？带谁出去运动？什么帅哦？你有看过我男朋友的正脸吗？嗯、你有看到，你看到他的背影就说他帅。你是喜欢朱自清，你是喜欢朱自清，背影总是比正面来的好看。妈的，朱自清那是他爸的背影好吗？不是朱自清的背影，不是他，更好笑啊！是哦，是他爸的背影。好哦，所以你要说你是喜欢朱自清他爸吗？哇，朱自清那个课文到有没有念熟？他爸，他爸。30D 啊，你背得出来吗？他爸抱着一那个六杯的那个。橘子汁要拿去给朱自清喝，没有，就橘子，他就跳到那个轨道下面，然后跌倒了，整个橘子被火车撞过去了，橘子汁就洒了一地，后来就把那个杯子都捡起来，然后一样还是拿给朱自清，所以朱自清永远记得这一幕，你知道吗？他很难过，他很感动，老爸为了要送他去，就是朱自清要去远地念书，他爸带那个橘子汁来给他，就还在那个柜台里面打翻，还被广播。啊，越讲越歪。所以朱自清他就深受感动，这一幕他一直记到现在，还把它写出来。我看你可以讲到什么时候？你有什么毛病？嗯，听出来是五十岚的。87%是7年又3个月，差不多。不是橘子工坊的。靠北啊！白痴。哎，这样意思是说我最少还要再开10年才会有87%。然后一如果我们有办法的话，我们就一直开下去吧。七号倒回来了，他也是在，是他爸爸的背。哦，猫啊，你说对啊，他就像这就变成卡比兽。嗨，戴劳，嗨 ，HSV， 走，战五天。Moto 八七指数2%，感谢 Moto。Jason， 你竞争有道？问号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我们现在啊，等一下，快好快好，我们再给我2分钟。没有，谁要他当我爸？别闹了。当我爸。晚餐先吃完。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几分好不好？哦。现在几分？看一下。辉哥跨越台检查。4277。近战有刀吗？没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拳头。嗯。你不是捡橘子吧？你是捡。哦，你的意思说朱自清要去远地念书，他爸爸跑到车上来抱了超多的肥皂给朱自清，结果他在柜台，他下了那个车道那边就不小心把肥皂打翻了。搞不好是橘子肥皂啊，就搞不好不是橘子肥皂。
就是他爸就在轨道上面捡肥皂。所以，我都被帅醒。怎么聊到橘子？因为聊到背影啊。啊，没接好。在讲说那个。你在玩什么？顺其自然。好。那在这样打完、啊。没有啊，我是练习模式啊。哦。我们大概在几乎开台都超过八个小时。就说你是专职实况组嘛？对啊。目标就是能够突破五十人。看，能够突破一百人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大概在连赢十场，就大事了。啊，没接好。你知道他爸是零号还是一号？哇，聊天室每个都灵媒，最厉害没有之一。我是有听过一些莫名其妙的什么爸爸，爸爸什么鬼父啊，爸爸，然后搭搭自己的小孩的，倒是没有听过小孩搭搭自己爸爸的。有吧？还是有吧？真的吗？对啊，还是有吧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啊。哎，有没有人有那个可以推荐？在轨道上面深蹲下去捡肥皂，哈哈，靠北。你好，跟我说，我就直接收。我好了，你直接收。哎，收了，收了。你不要，这是怎样？神扯啊，这是怎样？他是想怎样？欸，收到了，对啊。啊，妹妹，够了，今天就给我剪指甲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台湾选手打不赢主机没更新那只是哪的？我如果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指甲剪掉，不行，我不能走。你敢咬我，以后我咬你，妹妹。但我忘了选谁机了，没关系啊，这样才会赢啊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不行。厨房吗？指甲刀哎，不是妹妹的指甲。厨房吧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嗯。有看到。话说我的那个吊嘎怎么会在厨房？问你啊。吊嘎。啊，我忘了开个矿。他指甲已经没剪，因为他指甲已经立到我会被抓伤的程度。可是我找不到让他指甲剪，我忘记我跑去哪了。变群大门在哪？啊，对，我忘了给你。还没有加变群的，记得跟我讲哦。因为好像蛮多订阅的人都没有加变群，这样。两女一杯是吧？不要问。哎，你们以后如果我有什么行程上的变化，我都会在我的便群里面讲。那你看什么片子也会在便群上讲吗？应该是可以啊。所以两女一杯到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是说两个女生一起喝一杯橘子汁吗？嗯、是吧？类似是不是。高能瓦斯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那我的理解就没有错啦。自己才看得到啦，别人看不到。哎，那白木子怎样来啊？给他点。你有放在厨房吗？我刚刚好像
似乎有看到指甲刀。哎、欸，那个死神超白痴哎、欸，他跳下去然后把炸弹丢在地脚上，然后把地炸残。有啊。但一堆死神，一堆死神，一堆死神。没有吗？对啊，哪有指甲刀啊？连个毛都没有。你那只王虫小心哦！哎、欸，你们电核心小心哦！没事没事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哎，死神要去你家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追上了，我追啊，我要追啊！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我去咬他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他死神没了。Nice 哦。为了荣耀而战。听从你的指示，圣堂武士推动防御系统失灵，幽冥网络部已熔解。这是预兆吗？你的盟友正在继续战斗。对啊，现在不能玩 COH 哦，等下看还要再玩什么。靠！都没有，后面的线都没有。他出凤凰，真假？已经有两三只了。来了，来我们家了，三只。想我王朝喷人啊！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啊！啊！操你！你干嘛？没有，死掉了。抱歉。哎、欸，感谢 ADYN 吴美，抱歉，另一边不用摇，但你必须摇。哎、欸，你生日哦，真假的？好啊，为了你，你要跟我一起摇的，来来来，你可以来三重啊。是你必须摇铃。双破台狗，我可以在你身上摇。那个旋转铃，啊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我以为你讲个什么奇怪的，那摇旋转你啊！人家凤凰有点烦哎、欸，问单兵该如何处置？如果我感染进到他，你可以把他灭吗？干你出感染虫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啊！我说真的。好心的大爷啊，救救我的木剑核心啊！啊没办法侦查，自己加小心点。妈，这绝对有氧，这个想法，这打法是我想的，好吗？真的？啊？就那个人类在养。哎、欸，人类来了！来、啊，这就有氧嘛？你看，他是没瓦斯兵，全部瓦斯都给人生猪，打法超级强，好吗？我把它称名为台湾航空流。台湾航空流是不是？对，这很强。虎航还是华航？应该是捷星吧。干魏文要定。没有没有魔矿场已经耗尽了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想你爆一个矿就解决，里面还有个黄金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
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干，这真的很烦。神虫就是怕这个打法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嗯。没有，就这边只有雕刻刀啊，或者攻击啊，多特种。所以神虫打神人的话，几乎都是要 rush， 不然的话干给前凤凰真的不知道怎么打。你的盟友正在一波把他灭了。不用不用，你现在已经很肥啦，你慢慢打，打防守也可以。我现在没有什么战力，除非能一打二就去打。我现在是有干虫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好、哦，他在下面。哦，那我再重新写一张好了。我看有没有定他，你有没有准备好？啊，定到了。会按照你所说的。我是。哎 shit！ 这个弹道很难算哦。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。妹妹。好吧。妹妹，我看到你了。我是。真的很被动哎、欸！一到两排，放。他们巨陀，他是 A 哦，我想去 A 他，你要不要跟我来？啊，我是没什么鸟蛋的、啊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守生者永不屈服。至少把外面的矿爆掉啊！嗯。各种办法。哎，他凤凰分哦，分兵了，都在家里靠的。那妹啊，抄他家啊！家里面凤凰，他们一家挡我们两家哎。定制立场，白痴哦！靠你！哎，最后一只雷兽，前面全部都定住了。然后你干虫别送，我其他雷兽。不是，我们兵都被定住了，我们要等一下。他被夹爆啊！定得到吗？哎，我这干虫全干虫被定了，放。他爆弓箭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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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抬起来啊！太多台。没差，他那个凤凰就出来卖了、哦。他抬狗还是抬什么啊？他可以抬我的兵啊，那就跟你单批是一样意思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我去骚扰他的矿了。对啊，去骚扰他好了。真的，我难打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他找我在干嘛？前进，听从你的指示。你在他们家爆啊！好啊，你就 A 进去吧。就回了。等一下哦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。我现在全部出狗，他那个暴风剑还搞笑。你在生什么气？你在咬我？你的盟友他咬你。你在咬我，你试试看。这还蛮北西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输法，他们人类是怎样？钱全部给神族哦。瓦斯吧。不是啊，人类完全没东西是怎样？他是陆战队啊，他有很多陆战队啊。可是他这种打法，我真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帮上忙。因为他的凤凰会比我追猎还多，所以我出追猎也是在搞笑。那你就守好自己家就好了。那我一样出感染虫，他就不敢乱太嚣张了。刚刚是那个禁制立场太白痴哦。蠢来啊，花主板。小姐，好，你要咬一，我帮你咬，我帮你咬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要咬是不是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
金矿。叫我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我是怕飞场。人手啊。矿开里面哦。你要看里面是不是？好，看。它里面才可以赌口吗？我们要赌口啊！我们要赌口。人丑啊！我稍微赌一下啊。对啊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先冲出裸霜。啊，忘了改随机啊，靠北。错啊。哎呀，要随机才是真正的实力展现啊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干王虫爆，操！你没有足够的。那什么爆？王虫。哦。你第二只也要爆了。金矿。他看不到这个地方。假的死，虫虫人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哦，算了，我出点飞糖好了。飞糖哦，好，那我太残忍了，受不了。我是出引刀哦。好，将荣耀献给达兰。我不是最快的那种，所以你要防一下啊、哦！干，我引刀怎么防？我说你要防一下一些小东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就要分东西。来了几条狗，我数好了。我也好了，我去咬他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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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我们的瞭望塔应该。他们也不会从那边来。他有什么？陆战队跟狗，然后站在门口了。还好，看来我是要引刀好了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纳加卡尔米娜，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，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哎，加六鬼！加六鬼，你加、哦。你的盟友基地也正在战斗。我从还在走，白痴哦。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我非常没看到、啊。
也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他妖精没了。也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欸，你们等等再陪我测一下麦克风哦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哎靠，那毒包什么？给你一击！我刚丢给你九百瓦。他蟑螂。他们应该不用出门了。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为艾尔而生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有鬼了出刺蛇哦！我等下送，我等下送300钻石流，钻石流是吧？对，300钻石，很猛的哦！哎哎哎，解放者，一定把他撞烂，你知道吗？金矿，我从阴影中到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开出解放者，我要转兵。啊，就出辅飞啊！辅飞啊！要一些辅飞。OK， 那就出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瓦斯有太多，就还我。应该还好，现在转兵的话，啊，那你留着，你够用，你用得完就自己留着。又是怕你有资源然后没有花掉，这样就浪费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现在超穷哎。那你需要，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的盟友正在。哎，这边他受不了，他受不了。哇，有点多。你有办法打吗？我就狂是啊，你有什么？对啊，你啊，狂他路上就要死。来来来，打！那超白痴你！哈哈哈！来 A 到底啊 ，A 到底 ，A 到底。嗯，我去 A 旁边。A 到底 ，A 跟着我一起。啊，算我。哎呀，鬼嘞！我就是怕这个、哦。好，那，那我们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你狗狗引一下看看。没有，我去打到坦克打。我就会赢嘞、欸。解放者说。上，我就会赢了。他解放者没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为艾尔。OK， 继续有没有300壮士流？有没有强？这样 A 的话就爆起来了。